那也看太快了吧！点啊，点到重点。嗯，反正今天就是要挖沙子、挖泥土、粘土。我要去找传送的东西，要怎么做？啊，我又忘记调那个，又崩溃。怎么崩溃？很崩溃，游戏崩溃吗？对。你说那个叫做什么来着的？下雨啊！哎呀。机，rain，哎，其实我在想啊，它不是有一个设定档？那设定档能不能先改掉啊？我改过，然后没有用。QQ 叫什么石碑啊？如果你没有石碑，I need healing，I need healing。安安，大家安安，安安。今天挖矿台，哎，今天模组盖家台，你要盖家哦，那我要去拆家。啊、洞穴你要怎么拆啊？可以啦，帮我挖台，把它倒水流。你知道有一种拆法是把它拆的乱七八糟吗？No. 你说灌蜥蜴的吗？倒水灌蜥蜴那种，不是灌蜥蜴，灌蟋蟀，灌斗高。罐斗宅，罐斗宅，好痛！你要灌什么东西进去？手指头啦，一直挖，一直抠。哦，好痛！那抠久了会受伤啊，不要。就是说抠肚脐会感冒吗？会吗？有这种讲法？有啊。不知道欸，他是。住下箱子开一下，我不要啊！我就是让你心痒痒的，越不去。他这个模组的，心痒痒。我贴 Minecraft。Minecraft。看一下啊、哦！哦，他叫指路石。哎呦，我找石还没找到。哪个？这个吗？指路石。这需要什么传送石？要怎么做？要四个中介珍珠，还需要紫色燃料。好哦。还需要一颗绿宝石，好哦，好哦，真棒！指路石，那有没有维马石？指路维马、哦，不要冷掉啦！我不懂梗，我不懂梗，对不起。就指桑骂槐那种啊，指路维马。Yeah. 嗯，要指路石，要维马石啊。我身上的衣服是下一集会出的哦，那、欸、记得去看，这是怎么出来的，记得去看。你已经好了哦。啊，我装备已经做完啦，我接下来要准备进我的那个主模组啦。哦，好快呀、啊！我听可只是快速带过而已啊，因为反正繁星那边会有详细嘛。哦，别讲了，我做的那么认真，结果昨天 YouTube 搞爆炸，真的。想看听可详细的，可以去繁星那边看哦。对，哎，我这边只会快速带过而已。应该说我们都是快速带过之后，反正会对玩那个专心玩、那個。应该也会啦，我应该也会啦，我也是工业开起头的。跟工业跟 Tinker 关系还好啊，没太大关系。嘿，真的，他也是真的啊，也是啦，对啦。哎呀、啊，关系嘿、嗯，可是我也是从 Tinker 再切入工业啊。对啊，应该说大家都是，大家都必须要有一些工，Tinker, 都需要一点工具。对啊。欸、为什么挖一挖会挖到这个是什么？硫？你说我挖煤炭吗？对啊，附赠品。哦，买一送一。有火皇。有谁？今天有繁星，有杰克，有哈记。对。装备是下一集哦，下一集明天会出，记得去看。嗯，我在想啊，我现在白天我要怎么去打安德啊？这里我这边下雨哎、欸，或者是下雨啊？嗯，叫哦，减肥的人喝水最好喝体重乘以四十。哦，量多了。体重乘以四十是你一天的喝水量吗？人家说的、啊哦。你会水中毒吧？对啊，对啊，会水中毒吧？
体重乘以四十，哎，假设你有100公斤，你要喝400公斤的水，哦不对，4000公斤，哎，问号，四吨的水，你要喝到什么时候？应该是体重乘以四而已吧，不是四十吧？对啊，乘以四也是很可怕呢。对啊，也是很可怕。对啊。什么时候晚上啊？我要等晚上去找安德。真的，你可以丢下你的可可豆。丢下你的可可豆，它就会变成。还没有。奇怪了，我的木棍嘞？哦，你的木棍，白痴哦！我的木棍跑进箱子里面，我一直在做木棍，做出来然后合成，它直接进箱子。对啊，好 ，CC 是40cc， 那没错啊。啊，那也是很多啊。我吧，等一下，我先乱插。体重乘以40cc， 也就是说你100公斤的话，就要4000。4公升的水，太多了、啊。等一下。下雨天不会有安德哦，怎么办？算了，不做传送池了。有那一天的时，有那一天的时候再做。对啊，下雨的晚上没办法。对啊，下雨我还进不去，他卡在外面。有人还在外面，我还在排队，抢灯中。哎呀。听可烧加倍，对啊，听可炉子烧出来的矿是两倍化、啊，所以才大家都想要先从听可开始做。嗯，而且哎、欸，对，工业是啊，工业是研磨出来就是两倍，工业可以到三倍吧？三倍吗？我记得你做过一些处理，好像可以到三倍吗？一开始是两倍啦，但是后面可以让它倍数再增加。嗯，嗯，呀，身上好满了，忘记先整理了。镰刀。正常规律喝水，一定要减少喝。可是重点是，也是很多，好不好？嗯。哎、欸，停雨了。哦，停雨了，早安德。哎，斧刃跟宽斧刃是差在啥？一个是砍一个木头，一个是砍掉整个木头。哦，所以是宽斧刃比较棒。哎，一个是，但是你就是要敲更久一点，就一砍就全部下来了。没关系，哎，了解。就是一个是有砍树插件，一个是没有砍树插件。好，行，感谢。啊，早安德喽！早安德喽！早安德喽！谁找安德的肉？嗯，痛！等一下，在哪里啊？库工会潜水。哦，好了，还会游泳。等一下，放斧手。我头上一支箭了啦。这叫讲不吃淀粉类食物，炸物、水果，水果也不行。水果有糖分。哦，也是哈、哦。安德，想要饭后水果吗？那就吃吧。还好，我本身就不爱吃水果。哦，不吃水果的。真的不喜欢吃水果。为什么？就不喜欢吃水果。为什么不喜欢吃水果？水果很好吃啊！你看，打开你的一胡萝卜里面，水果占了多大的部分啊！对啊，所以我才不喜欢吃水果。哎、欸，那再问个问题，为什么做不出来？宽幅做不出什么？你的工具台有升级吗？没有，要升级，有什么升级？还要升级哦。呀、yep.。我现在还在研究怎么升级耶，我不知道，他怎么都不能做，我想要做大锤。
大锤跟宽斧刃还有大剑那些都是要升级过后的工具台，要烧铁的，我有记得，要有四个铁砖，嗯，砖啊，砖四个铁砖，现在听课也可以升级。我觉得他要不就是一个桌子，然后倒饮料，不是倒那个容器出来吗？倒饮料哇！然后就可以做出甜甜的武器了。倒一个模，做一个模型嘛，然后倒出来，等它凝固之后就可以拿下来，可以做了，不是吗？倒一个东西出来，那个是可以，你可以倒出配件啊，但是你没办法组装起来啊。哦，所以是组装的工作台要升级，对了。呀、yep. 啊、嗯、啊！好多基础的人，那斧刃也不能弄哦。斧刃你可以先做小手斧啊，做手斧的啊，小只的可以啊。不行啊，可以啦，不是就去组装就好了吗？对啊，部件加工台不是吗？没有、工具装配台，对，还有两个啦。没事，是不是？我的苹果摘不下来。叮，好了，都叮一下提醒，不错。叮。按了不同东西了，不好意思。欸、我看不到安德，这安德是不是有点少啊？安德呢？哦，痛！你为什么射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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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 ，OK。安，都安都安。啊，不是说十五吗？啊，怎么直接给我封号？啊？有人说那个蜜蜂那个是食物，给我敲掉，直接给我封号。嗯，感觉我需要把这附近的树都砍掉、欸，不然。找不到安德啊，砍树好了。找岩浆，我已经有岩浆壶啦，我不需要找岩浆壶，哎，我已经有了。要啊。木瓜能吃吗？应该可以吧。木瓜牛奶好吃。刚刚来答案。安安。附近的树都砍掉。你是不是嗓门也很大？我板下面的哦，没有你大。才虚。屌。哦，感谢。哦、可以。嗯。说。明明就可以，宽斧刃就可以做了，他要八个啦。可是你做出来，但是你不能组装啊！哦，重点是组装啊！排泄，重点是组装，所以要挖矿。呀，你可以做武器，好，特离。能敲掉的果实是就是成熟，敲不掉就是不能。果实用右键采取。嗯，果子用树上的果实，树、上的果实用右键采。我这边有一堆了，所以还没成熟就采不起来。对对，请不要用左键采，因为它的那个源头会被你打掉。嗯，然后你就没有那一颗树果啦。哦，那怎么种？那要看食物模组那边怎么种，我没有详细研究。要说超难种，所以路上那个已经长好的就不要敲了果树，你就不要敲它，不要敲它，只要用右键把它踩下来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它会自己再长出来，你踩下来右键会再长出来。好吧，我附近的就不要砍了。啊，我的斧头断了。哎、欸，我听到安德森，安德在哪？嗯、那可能是飞机飞过。我看到你了，安德，给我砍一下，给我砍两下，再来，
耶、yeah ！到底是要几下？太多了。再好，不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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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身上满了，一颗珍珠。甜美的梦。还睡呀、啊？还想睡啊？你从一个很强的梦中醒来。哎呦！你快水果下。